正向来判断我们答案是 B。 我们再看一下 C 和 D。 C 是 more history no disclosure statement， D 呢是 no before you hold disclosure， 所以这两个都是 initial package 里面的一部分。那么 further 随着 long estimate 的发给 damage 的人，所以呢 ACD 都是要三天之内发的。那这两天答案其实是 B， closing disclosure statement 是不需要三天之内发的。第四题， what federal legislation allows you to tell us？
what legislation， 就说下面哪个法案去禁止上面咱们说的这个合同，就是loan officer 会在过去获得更多的 compensation 或者更多报酬去影响他们去选择一个能够获得更多报酬产品，这个产品可能是客人的最终的最佳利益的选项。这个答案应该是 C， Dodd-Frank 法案。不知道 Dodd-Frank 法案出来以后，第一个是建立了 CFPB， 第二是出了 QM， 然后 QM 底下有一些就 repay 这些。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和启发。如果你还想深入了解更多的考点和知识点，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注册，免费领取我们的读书笔记。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点赞留言，我会及时回复并且为大家一一解答。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交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们下期再见。